那现在曾文鼎给到阿巴西，阿巴西抛射有了。阿巴西这个礼拜会跟弟弟好。那现在曾文鼎给到阿巴西，阿巴西抛射有了。外线的出手没有投进。开赛至今，除了林任宏之外，其他中全家海生的球员好像投篮手感还没有找到。反过来，特工这边手感就不错。阿巴西三分球现在拉开。开赛至今，除了林任宏之外，其他中全家海生的球员好像投篮手感还没有找到。反过来，特工这边手感就不错。阿巴西三分球现在拉开领先到12分。时间拉长之后，会不会有所回温？阿巴西罚球线附近的抛投，今天他的手感不错。抛投已经变成阿巴西，这周会不会有所回温？阿巴西罚球线附近的抛投，今天他的手感不错。抛投已经变成阿巴西在台湾篮球圈非常重要的武器了。飞客转移给阿巴西外线的空档，他把握住了。阿巴西今天的投篮手感还是蛮好。飞客转移给阿巴西外线的空档，他把握住了。阿巴西今天的投篮手感，李威霆今天首度得分，第一个 field goal 是一个三分球。阿巴西绕过去上篮有，阿巴西绕过去上篮有，走到游戏区抛射打板得分。16分，阿巴西远投近切啊！阿巴西这几年真的磨练出非常多人的进攻。走到游戏区抛射打板得分，16分，阿巴西远投近切啊！紧张，对。阿巴西中路切进去，黑豹不是叫假的，上篮得分。对。阿巴西中路切进去，黑豹不是叫假的，是特工球权。刘子轩杀进去，哇，结果掉球，可惜。阿巴西快速的转移，真的非常快 ，coast to coast， 而且又是一个 N1 哦。刘子轩杀进去，哇，结果掉球，可惜。阿巴西快速的转移，真的非常快 ，coast to coast， 而且又是一个 N1 哦，能在前防守断掉。德文顶给到左边的阿巴西，45度角的外线进，来到他本季单场平均的20。德文顶给到左边的阿巴西，45度角的外线进，来到他本季单场平均的24分。对这个。